朋友们好，退休了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旅居养老，现在您有机会在风景如画的西双版纳雨林果园小院里享受您美好的退休生活了。这里的每一处都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让您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愉快。退休后的生活再也不用赶时间，闲暇时分可以在小院里看书、喝茶、养花、种菜、听雨声，过上理想中的生活。这个小院提供了一个宁静的避风港，让您远离城市的喧嚣和繁忙。您可以在清晨散步，感受清新的空气和阳光的温暖，听着鸟的歌声，品味大自然的真谛。如果您喜欢水果，这个小院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果园周边种满了各种热带水果，菠萝蜜、黄金果、柚子、柠檬、牛油果、火龙果、百香果、香蕉、芭蕉等，让您在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这个小院不仅提供了一个宜居的环境，还为您提供了一个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深入接触的机会。您将有机会与当地的居民互动，体验当地的美食和生活方式，让您真正感受到旅居养老的魅力。这个小院可以拎包入住，基本生活设施齐全，让您的生活更加轻松和便捷。您只需携带少量的必需品，即可入住这个美丽的小院。果园小院距离西双版纳州府景洪市20公里，交通方便。果园小院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里，就在大路旁边，离寨子很近，也就100米。寨子旁边就有小超市，大村委会也在这里，也有流动卖菜车，还有傣味餐厅、烧烤店，生活还是比较方便。果园小院可提供1到15年的租期，如果5年起租的话，每月只要500元。请您随着镜头看一下这个小院的基本情况。